台湾为破译应该安置共安置下脆暖内容是从教育部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释义口水唾液由口腔黏膜与唾腺分泌液混合而成的黏液例你买欧北配脆暖啦你不要乱吐口水啦请支持我点击 subscribe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谢谢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